你一定要继续唱下去，我真的拜托你了。你的状态这么好，下腰也这么柔软，经典歌又多，真的没有别人了。刚刚讲的那几位下来就是义军姐了，你们真的仔细去想整个歌坛啊、哦，就怕你不唱，真的。今天啊，那是请到安睡啊，欧大板啊，那睡觉，而且状态，你看他刚刚 live 的表演，还有那种跟观众的亲和力。嗨。OK， 要不要往前一点？看不到你，对，来往前一点，手长一点，阿丽嘞，对，好，阿贝，阿丽阿丽也在哈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好，来，跟我们讲一下，你这次在付出的心情怎么样？付出啊，不是说付出，就是说，我想说，我先想说什么时候说退休的，哦。其实蛮开心的，因为其实今年疫情也算是就是休息很久，不管说是不是办演唱会，其实很多的活动都停止了嘛，所以今天其实是很开心的，然后能够有机会办演唱会呢，对我来讲觉得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，也谢谢宽口，对，这样。刚刚必唱曲目应该就是那个《还珠格格》的。歌曲就是琼瑶阿姨的歌曲啦，我觉得是必唱曲目。还有就是大家很期待的那个《扣害卢行龙》啊，有一部分的闽南语歌曲。对，虽然这几年我都没有出闽南语歌，但是这个部分好像也是成为演唱会必要唱的一些经典歌。大概有七八首是一定要唱的，如果不唱的话，应该会让大家会觉得有一点遗憾。还是会跟女儿一起合唱。还在协调，这次不一定有他的位置，还要找他吗？大家还想看我跟他、啊？他可以唱你的歌啊。我唱他的歌哦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是这样不太好吧？万一唱比他好，哦，没有啦，没有，不可能啦。对对。那演唱会会不会有什么惊喜的桥段？哦，其实这次我们的演唱会就是。我们会做一些不一样的舞台设计，应该会是在 TICC 的这个创举，应该会创了、啊、那个创应该会破了他们的创举，对，现在我们还在这个协调当中，会是什么样的 size， 大家拭目以待。对，刚刚有聊跟娇娇哥聊到说有想要休息的念头，很多前辈都封麦了，不晓得义军姐之后有什么样的规划？哦，封麦啊，其实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，就是能够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，我觉得是蛮难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你可以选择性的做，就是你可能可以选择我愿意做这样的做这个事情，或者说我不要做这个事情。我想未来的选择性可能会更多一些，更高一些。因为凭良心讲，我觉得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新生代的很多的歌手嘛，所以其实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工作，我想是比较重要的事情。对，会再继续为粉丝唱下去。那看状况，看状况，对，好了吗？谢谢。